下去考试室睡觉。全都不许动，马上就要考试了，你看看一个个都精神成这个样子，老师怎么搞得好？不给我睡觉。可是小贝老师，我们已经连续睡了三天了，真的睡不着了呀。简简，你要向小品学习啊，你看小品站着都能睡着。好，拿出枕头开始考试。这一届真是睡觉最差的一届，说了无数次睡觉要注意细节。我操，侮辱声超过50分贝，属于噪音，不许问。眼界，睡觉时多余动作太多，20分。王大力，睡觉口水太多，20分。小乐竟然假睡。老师，昨天早上喝了一杯咖啡，现在一点都不困。小豆呀，跟你说了多少次，咖啡里含有咖啡因，会导致兴奋。小豆没有入睡，好睡0分。光头睡觉的时候怎么还皱着眉头呢？我得看看他做的什么梦。光头做着噩梦，说了多少次，考试前别看恐怖片。你的内容也是考试的重点。光头，我30分。小品，考试才进行了一半，你怎么醒了？可恶，小品，这是考试。什么？居然是考试加分项。